这要请教的河川局吼，你所存这个时间点是咱东北季风上大的时阵，是安怎恁即马咧所存？人讲即马落水溪咧开放所存，是因为受到潮管调上进了后，就随落乌沙。我要请教咱河川局，这个是属什么的权限？有人要所存也好，有人要赚这条钱也好，到底是谁做的？哦，卖干来要赚，啊唔出来讲。赵县长是管咱县内的工课，我也是监督县政府。这条落水溪是中央管的，恁家己想讲，什么人有权力，有啥物有权力去要求咱行政中央的所属行政部门去做这个疏浚开放的工作？要抑制扬尘，迄个另外一件工课。不过，上要得这个物件，遐个人家己跳出来，家己出来承认。华正村黄背山上爱当，哦，较早咧乌迄落杨万增。因为正食沙，唔过即摆用到阮食沙，安尼敢对？丹德水溪是中央管河川吼，是我们经济部水利署第四河川局的主管，包括治理河川管理都是我们。每年的十月到十二月，我们会就整个浊水溪的全河段去做整个的检测检讨，哪边需要做疏浚，都是我们第四河川局做决定，报到水利署去。三年疏浚计划，那每年会滚动检讨。那这个三年疏浚计划里面就会针对淤积的部分啊、哦、比较急迫淤积的部分，我们会去做疏浚的计划啊。水利署啦吼，第四科川局针对落水溪设定吼要疏浚的吼，这问题啊造成居民吼真济困扰。即嘛是拄啊东北季风来临，佮加上吼伫遮咧疏浚吼乌沙吼，啊造成真济人的生活品质哦啊足歹啦吼。阮希望讲哦，就算要疏浚，你嘛莫伫遮东北季风来临进前吼，啊，互咱真济乡亲时段吼，疾病较衰的情形佮较严重啦吼。阮的要求，就算你要疏浚通风啦，上好做吼，咱就两边吼，咱的堤厚计划，互咱哦农民要种植吼，啊，伊的这个吼土地啊，会当加高啦吼，啊，种植的面积会当较宽啦吼，啊，咱哦真正的这个水流量的断面可以加深吼，未来吼，那只要有大水来的时阵吼，嘛袂吼受到大水影响，甲咱农作物冲刷去啦吼，啊，过来呢吼，你即马把沙挖出去，啊，真侪人踮遐造谣啦。讲这是啊，县政府甲议员配合咧乌沙啦吼，啊，这对阮来讲吼，名誉受损真大啦吼。今仔日真清楚，就是要让所有诶农民，让咱所有乡亲了解，这是第四河川局哦，因针对整个扬尘治理计划其中的一项。啊，这呢，啥物人有权利啊，来要求啊，来建议咱诶第四河川局？当然啦吼，咱中央诶民意代表。咱才有法度有这个吼督促，啊，搁有这个建议啦吼，所以我真希望大家了解吼，这是第四河川局管辖，甲地方的县政府、甲议员无关系。啊，阮希望讲每一届要来进入军人关来做任何代志的时阵，是毋是会当尊重地方政府、地方公所、地方跩民意代表、地方跩乡亲，互因知影，即马咱的中央要来做啥物，啊，做咱对咱有帮助无？啊，阮以地方的这個生活经验。啊，阮会当甲你讲，什么时阵来做上好，啊，什么时阵吼来做对阮上有帮忙，袂影响到阮的啊，即农产品的这个价格，啊嘛也袂影响到阮的作业，啊嘛也袂影响到阮的收入。吼、哦，我相信这啊，是阮今仔日啊要表达的啦吼。好，非常非常。